会研发制造就一定会行销吗？彰化花坛有位模具工厂老板，花了10年时间，投入了1000万经费，研发高效率太阳能代步车，也取得了德国专利。不过却卖不到几台，于是干脆将夹娃娃机搬上车，变成行动夹夹乐，创意十足。透过镜头带您一起去看看。对面来了一台黄色代步车，仔细看上头再运一台夹娃娃机，不但可以前进，还可以后退。代步车大灯、方向灯一应俱全，包括夹娃娃机吃的电都是太阳能，电能来自上头4片太阳能板。研发老板笑称，这是全台第一台自力发电的行动夹夹乐。你的行业无论是伊啥物件，客气卖超过200公斤，伊拢变太阳能。发明者投入太阳能代步车研发有10年时间，耗资千万却不会行销，于是干脆将小朋友最喜欢的夹娃娃机当作展示，吸引民众目光。哎，讲这伊冇看到太阳能的这个物件，安尼啊。对你来讲是足方便的，讲哎呦，这个物件足方便的啊，随便你要去对做生意，是吧？不管是电风扇还是像是电冰箱跟咖啡机，只要是上了这台太阳能车，用电不用交电费，到处啪啪照。